澳門格蘭卑士大賽車組織委員會，好遺憾地公布，澳門格蘭卑士大賽澳門格蘭卑士電單車第51屆大賽8號英國車手帕加迪31歲，今日賽事期間在漁翁灣發生意外，賽事隨即終止，帕加迪被送往倫伯爵綜合醫院途中不治。大賽車組委會已經聯絡車手的家人和車隊的成員，並致以深切的慰問。